暖暖区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梅平拿着社区自制好喝又好吃的慢炖白木耳蒟蒻饮、柠檬冬瓜饮以及奶酪和全素的手工芋头糕，这些素食产品都将在5月11号母亲节前夕由华山基金会基隆新北区举办的爱老人公益圆游会中推荐，让民众购买品尝。不过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公益圆游会还需要有20个摊位的支持，因此地内社区发展协会在理事长林黄辉以及执行长邱梅平全力支持下，除了抛砖引玉认住一个摊位之外，也特地和华山基金会基隆新北区在地内里民活动中心前举办暖身活动，呼吁各界认住摊位，每摊10000元，协助华山基金会照顾失能、失智和失依的长辈。对，五月十一号呢，很高兴我们地内社区也有认住一个摊位。那现在这一个五月十一号的公益圆游会呢，现在目前还缺20个摊位。那邀请大家，还有一些善心的企业单位呢，能够一起来认住这个爱心的摊位。那希望大家当天也可以一起来现场，我们购买我们这圆游会的摊位的商品啊，然后也一起来关怀我们这些华山基金会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怀的这些长辈。除了呼吁各界认住摊位之外，也欢迎认购圆游券，每张200元，一起支持这项公益活动，为照顾孤老尽一份心力。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